多，而且呢，我们随行的队伍也越来越精彩哦。大家有看到哦，这咱的桥哦，跟刚刚大家看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哦。除了呢，在外观上面呢，是咱雕刻艺术之外，还有咱这个桥板哦，大家非跟咱的塔多来更桥是无同款的哦。现在呢，也有我们淡水平安师，我们的执事代表来代表的县清乡吼，来请求来很多咱县港吼，来地有咱县港来庇佑咱淡水平安师，咱身为龙华众地主，大家拢会当平安喜乐，合家平安大赚钱。大家呢所看来，我们这个神教的下面那个轮胎哦，它是软的，然后呢大家呢所看到的那个九班，他们是用着这种用跳跃的一种方式哦，来跟南京的九哦，非常非常特别。这是呢我们刚刚所看到的，我们大家用热情的掌声哦，来自教办会所的好朋友好不好，非常非常的辛苦哦。沿路上呢，只要有经过庆战红毯或者是搭设香案的话，他们都必须要这样的一个参礼哦。所以呢，刚刚才跟大家说，其实在今天一整天，大家可以看到呢不同的庙会文化的产现。今天你应该是你整年当中跨过上多顶桥的时阵哦，所以呢也是接收到所有很多列位神尊的一个护佑哦。